农业机械制造评审协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，于1992年在库内尔成立，旨在保护、维护和提高农业机械和设备制造生产的价值。协会目前活跃于整个皮埃蒙特大区，在该大区农业机械行业有大约250家公司和2500多名员工，产值超过3.5亿欧元，在全国的制造和产值名列前茅。协会目前有50个成员，协会不仅给予其成员管理、营销和新市场开发上的支持，还为其提供宣传和培训活动，特别是关于农业机械必须遵守和满足的日益严格的安全要求。我们生产葡萄种植和水果种植的机械、耕作和种植的机械、养鹿机械、收获机械、清饲料收获机械、施肥机械、牧野机械、木材和林业加工机械、运输机械、排灌机械和机械的零部件。创新、安全、性能、多功能、销售网络、售后服务是我们协会成员的一些关键词语。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，他们提高了公司的竞争力，并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使意大利制造跻身于该行业的世界前列。